大家辛苦了啊！今天开始，会有14盘棋，虽然日程紧一点，我相信一定能这个比赛中大家获得更多的收益。今天跟以前不同的是，要做记录的，这样盘不用做，就是没有转播的，剩的要去那个做下记录，到时候找我吧，看看怎么做记录啊。从现在开始，只要没有转播的对局，胜方做记录，还有胜方不要忘记在那边记成绩。记成绩呢，因为是双循环的，所以这个一格子写俩，你们写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啊，多留点地儿。好，大家再检查一下手机，没问题啊，手机。好，比赛开始。那个拍摄结束了，大家随意的。
二十一。
身本来是大家都是很好相，那跟后面差不多，他直接就黑了。黑了这都别切，直接加，就是刚开的时候就先加这味儿。直接给他打上，就跟后面差不多。这不猴不拆？哎，后来猴是什么？你要打了半年，还是不行。太着急了。这边怎么后来？那猴是什么情况？猴是猴。本身白棋打结算的打够的话，你先别损结算。王振兴是，看你错了，看错了。靠了一个。我也靠了一个。靠是靠了一个。靠白棋只能好冲了，挡掉了，白棋直接挡掉。不挡人家就挡。挡。挡一下。那还需要再铺吗？直接这样子。这样就算那个输了。对。说的好，可以先夹着，都直接夹着。我那时候有点看，那白的，靠不靠？
你靠不靠？靠还是？靠完吃到了，靠完断。那就打吧。打吧。嗯，你的补。然后再。那费劲了。他太累了。为了好意，但是。可以。可以安吗？王鑫，你有一个特别解密的，真的打了打几下吧，就接着。啊？那我吃了吗？你吃的还乖啊，这不打的和这个接近是吗？嗯，估计没看到这战线、啊，我觉得你们是没看到战线。没战线，哦。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图。我觉得你这后面倒是这一场下来，亏多了。我不跳了，我要盖起来，等他这边出来一下。我怎么觉得我还是没火？主要他怎么组？反正你跳完被他一走，你的气就没好，嗯、就90%了。不，你有你后来再跳是不是有问题？你那是自粘的，跳不是行。那我不虎一下算了。不是你后来跳不是明显不如自粘，自粘它也是虎，你贴一下。你这以后还有瓦是吗？你这边可以还可以爬来点。自粘是，你没看到破？还是看到破？我看到破，我以为没。什么东西？嗯，你主要自身它你应该比你也比这个好。没有，但是感觉特别后悔，点的时候我应该爬一层。那、其实你这个跳应该，我觉得应该猜一个，主要把黑的怎么组都是个问题。补一个可以让你这个长的东西，你就补一个。你看见？对，我以为看见了，先上去。我看到了。
你这跳过去啥意思？我没看见扑，我的判断是没看见扑，扑完了你跟他有心理冲突上，根本是砸在里面，你这样强大场，就管。强大场我挡的是，他得吼这一下。不用吼吧，就直接圆了就活了吧。那你先。我得爬一下，爬一下，爬一下。爬就爬完了。不太好，你要走这个机关。后来那个，你先把这个打掉，这样子啊，就稳了。没看到这个，没看这儿有眼。我当时以为你还把你摆下去，怕活你死。我看他活了，那上面有眼。我当时在旁边，我也没看。那样的话，你不用来，他要都等他回去，哎，那天都亮了。谁都没看到，我也没看到，我们当时一起算的，没看到。后来我一看，决议为什么看到图形，我在想，我原来该写是。后来你打了半天架也没看见，活了的，你感觉不够。没有，我一直想着靠，然后我看他都瘦了，啊，你以为从那边你已经活了，进火。我以为我也想把想的通一点，我总觉得是先手。我吃了十几盘，我看你还打个架，觉得你跟他够。早知道你不打架，多个就是。我吃三顿，我上断断道吃四顿。我确实断不跟单，主要是他这个打拔了挖了，我不便宜。断手先加了，嗯，感觉跳过太错了，人家铺完以后将来还要结不归我呢。但是前面一招差不多，也得下。哎，但是黑着是有必要的，是那样。那时候黑着已经很好下了。啊，对，我主要飞一个背靠断之后，我就有点就是觉得飞一个。那个白的主要亏太多。是。那跳，单粘肯定跳。单粘不。没注意，我在一直后悔为什么虎爷不虎就啥事都没有，不虎那我打一下不是差不多，不是我就爬一下嘛，我爬一下就破三嘛，啊单破三，对，然后那样你不是也就我虎了一下之后，我感觉就那种破三我管，当然好，嗯对，我就应该爬一下，不虎这一下虎一下特别丑，不虎一下就直接就给扶了，反正啥事都没有。爬完我这边小飞，那你们应该爬不到了是吧？你看应该看一下挺直接的。那他打一下，打一下和他实战那样差不多，你实战地方还多个眼，就等于说白被他尝上了。那我还是打一下，打一下还是后悔，打一下。嗯，那样你点就爬了，就爬一下。嗯，那手其实你这还不是虎，你就把这个球。哦，就再爬一下。啊对，拍一下拍一下，好了拍一下，这边黑着虎，太好了，这边虎，这虎等一下还是先死，然后再来围着，但你这个还有长的行，反正我觉得你这跳过了，只要说去后来被冲了打，就打一圈之后收回去先手，我两步跳，一步这个跳，一步这个跳，但那个跳你可能还就是没，当时我先得看你粘一个，但粘一个我觉得虎一个我也不怕。我他在贴，然后他在爬，爬一个，加一个，他这有一个袜子。哦，对，我不能用。哎，这个针特别大。确实，但是他早出一点就行。关键是加一个，我实在没看明白。我看了半天，哎呀，觉得黑是立的，然后呢，白的把这三个吃了，然后觉得黑棋优势很大。那实在被他挡着，还被他挡。那不是实在，不是。我还挺后悔没飞的，
肯定应该到这边站。嗯，你没爬了呗。Thank you.